长，你妈问你为什么总吃零食，你给全市代言了吗？少吃零食。市长，为什么只有你天天不穿长袜啊？你跟吴承泽见了穿长袜的吗？来，速速过来才是正道。
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说完了，人家可以回去了，太冷了。不要理他，人家走吧，拜拜。拜拜，新年快乐。比心，明天见。新年快乐。哎妈，吓死我了！我跟队长骂我，天哪！哥，这老你骂个哆嗦的妈呀！哥，你们揍他们哥。对，哥，你不要揍，你揍我的，不要揍他们的，我天哪！都是我们的错，跟他没关系，都是我们的错。走，把车停下来，看看谁去。走吧，你们俩走吧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风一，拜拜，风一，你也要加油。来，风一，杨宁，你们俩都往镜头前面凑凑，不要走回来后面。就不管怎么，你俩都往前面点。你们是太想干就干。就和你们俩。谢谢。就和你们俩见一面一样。拜拜。然后怎么往前凑就。去。关闭，你站住，有话跟你说。你的 BJ 妈妈有空就去看你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有遗憾。除夕快乐，赶紧好好训练。你的打头妹妹都不过除夕给你爆肝，你也别过，赶紧好好练。妈妈一定要看到你在舞台上的样子，还有工作室发的音频。妈妈听完哭了，她说要陪你看中国电影，不想为你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陪你过一辈子。妈妈找不到你就会哭，张小丽的眼泪会把大场冲倒，那你就没法比赛了，一定要站前面一点，杨林。
你等一下。啊？给你放烟花。给你放烟花，吴泽林。等会儿，别走。你等一下。他说他好饿。好看吗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